来看到高雄县长杨秋兴拍春节的 CF 挑战跳舞，但是天生没有舞蹈细胞的他，跳起舞来不是慢半拍，就是肢体僵硬，最后总算是动作跟上拍子了，但是却忘了词，前后总共 NG 了八次。杨县长腼腆的露出惊拍死的表情，而拍片的现场笑声不断。手打拍子摇屁股，杨秋兴拍跨年 CF 跳舞，肢体僵硬和慢半拍。县长不要跳。NG 再练习一次，终于动作跟上了拍子，但县长却忘词了。2010高雄县。又 NG， 县长腼腆的看看大家，再来一次，这回却是多比出了大拇指。2010高雄县感恩祈福跨年晚会。默默收回大拇指，为了比出正确的摇滚手势，县长在看不到的镜头下先偷偷比好莲花指。总算一次 OK， 杨秋兴开心的和大学生玩 Give Me Five， 跳舞 NG 八次，杨秋兴大叹跳舞比当县长还要难。中天新闻陈宪仪包经营高雄报道。